小姐，啊，怎么了吗？可以跟你们做个朋友吗？我们不是坏人。旁边有间餐厅不错，我们去喝饮料吧。看你哦。好吧，好，走。你们看起来还有气质哦，是做什么行业的呢？哦，我们在报社上班。那文学涵养一定很好。哎，我们也有点气质。那你们在哪里工作？哦，我是社工，简直是杯水车薪啊。是杯个水就可以换一台新车哦，怎么那么好？那你呢？我是自由业，算是朝三暮四啦。好、哦。所以是早上有小三陪，晚上还有小四哦。阿里玛加睡嘛？你们到底在哪一家报社上班啊？金钱报啊。心要慢滴答了 ，baby。啊，是啊，时间到啊，咱差不多要回去了，按时够有点台呢。对哦，靠背。baby。哎，是安琪，你要来？你要来不？靠腰啊！咱按时有点台啊啦！啊对吼，我袂记啊，袂记啊，拍死拍死！